这两节课啊，听得懂很好，听不懂没有关系，因为这两节课啊，如果英文程度不好的很难，程度好的很简单，因为啊，这个是初级的。这个讲到英文啊，我们汉传佛教的啊，就头痛。汉传佛教啊，就是我们中国佛教没有办法打出去全世界，就是我们汉传佛教的出家人英文程度很差。那么在于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就不一样了。比如说泰国，泰国有两个佛教大学是政府国家承认的，有两个佛教大学，那最大的就是朱拉隆功佛教大学，它有出家众啊，每一个分校加起来啊，出家众和在家众加起来有10000个学生，大概出家众有8000个左右，全部都是男众哦，然后在家众大概1000-2000个，那么它有大学部啊，有研究所，所以啊，总共加起来。每一年大学部研究所毕业的有大概1000个，97%啊都是男众，女众很少。啊，他们呢，大概啊是因为他们国家的关系啊，所以他比较国际化，所以泰国的英文程度还不错。南传国家的英文程度啊还不错，所以他们有办法把这个佛法弘扬到西方国家去。那藏传佛教呢，所以他们很多是从小孩子就开始培养，所以经过了10年20年啊，他们的加强培养背经啊辩经啊，然后甚至有些到格西啊都有学英文，所以他们到西方国家有办法去弘扬。啊，我们汉传佛教大部分是靠台湾嘛，因为大陆才恢复了大概20几年，程度啊就差很多。现在学院里面你可以教的大概是教这个基础的，你要深入一点啊，因为英文不是学院2年3年就有办法很厉害的，英文大概啊，你要下功夫啊，每天8个至1个钟头，大概要10年，你要下10年的功夫啊，才比较有办法去学这个佛学英文比较深入的啊。比如说我现在手上这个《沙弥律》，还有这一本呢。这本是净土三经啊，英文版的啊，这个是美国那边呢，那个日本佛教呢到美国，在这个 California 就是加州的 Berkeley 伯克莱，他们有组织一个翻译经典的，所以他们所翻的啊，翻得非常的好，把净土三经啊那个。翻出来啊，然后也有《大乘起信论》，也有《华严经》、《法华经》、《金刚经》，都开始有在翻译，从中文翻成英文。可是我看到戒律的啊比较少，所以我把这个《沙弥律》，因为我在三坛大戒讲了10几次了，我把《沙弥律》啊就把它翻成英文。这个翻了以后啊，有经过美国人校对啊。所以我把它校对，所以这个翻起来不是说最好，不过呢已经不错了啊，已经把沙弥律里面的东西啊把它翻出来了，然后我会再把有时间呢再把沙弥律的这个讲义讲记啊再把它布在后面，这样呢沙弥律就可以弘扬到西方国家去，把戒律，中国佛教的戒律的，那么大家呢不要灰心呐、啊，
如果你年纪大了，都甲当作讲种一下神经啦吼，那罔听。啊，年轻的，如果你程度比较好的，这个就是告诉你说，我们要往这个方向发展，要学佛学英文，要不然的话呢，我们汉传佛教在西方国家的道场哦，没有办法弘扬佛教对西方人的弘扬，只有怎样呢？在华人，在华人圈子里，然后再来呢，不但是这样呢。现在年轻一代少了，所以在西方国家，我们台湾去创办的这些道场啊，现在都没有人了，后继无人。所以我出家以后啊，虽然有学英文啊，佛学英文，可是呢，我在深切大学教啊，可是呢，没有办法很深入的教啊，都是比较基础的而已。所以我想说，在深切研习会啊。就教一下，让大家呢，就是种个善根呢，知道说英文对我们以后汉传佛教的弘扬很重要的，不然的话呢，你在国际会议的时候啊，我们的学生上去啊，我们的报告上去都是讲中文，你讲中文人家听不懂啊，人家泰国的、南传的、藏传的都是用英文发表啊，所以我们的。程度要加强，因为上次啊，去年有讲 Unit 1， 现在要讲 Unit 2， 第二章啊 The Dharma 啊，就是在中间这里啊 Buddhism 就是佛学了 Unit 2 就是第二章 The Dharma 就是法，就是法宝 Text for Sangha Training Classes 啊，就是深切研习会的讲义 October 2012 Taiwan， October 就是十月，2012年台湾深切研习会的啊，下面就是我的名字了 ，Class Teacher 啊 ，Class Teacher 就是教师啊 ，Venerable Professor 冲刺是台湾啊。Venerable 就是什么呢 ？Venerable 就是尊敬的啊，所以一般呢，在西方国家，你要是遇到啊出家人，尊敬他的话叫 Venerable Master， 啊，他们泰国都是用 Venerable Pra Dhammakosaja， Pra 就是比丘的意思 ，Venerable 长老比丘，所以你要是要学。佛学英文的话在泰国可以学，泰国他们的英文程度还不错，斯里兰卡也不错，印度本来就是英文的，只是我们台湾呢是藏传佛教的根据地，可是呢我们英文程度不好，所以在西方国家呢是有建道场，可是呢，这个一般的西方人对于汉传佛教比较不了解，都是走向藏传的跟南传的比较多，因为没有人弘扬嘛，没有人弘扬，所以我们是期望呢啊，以后会有年轻的出家人来学佛学英文。我们看第一句呢。The main teaching of the Buddha are main teachings. Teaching 就是啊教法，重要的啊 main 就是重要的 important. It means important 就是重要的 main 是主要的 teachings. Teaching 就是教法啊教育教法 of the Buddha. 如果你讲 the Buddha。就是讲释迦牟尼佛，因为加一个冠词 ，Buddha 是所有的佛啊。他说 ，The main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are 重要的教法。释迦牟尼佛重要的教法有什么呢？有什么呢？好，我们看第一句 ，The main teaching of the Buddha are Do not
do badly, do well, keep your mind clean. Dharma is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He teaches us how to live wisely and happily. It tells us how to face and throw problems. When we follow the Dharma, it brings much happiness and peace. 佛陀的教法，重点的教法是什么呢？ Do not do badly， 就是诸恶莫作，不要做坏事情。 Do well， 做好事，众善奉行。 Do well， Keep your mind clean， 自净其意，你的心啊要清净啊，就是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这个是佛陀的教法。 Dharma is the teaching of the Buddha。 佛陀呢的教法是什么呢？就是法宝，就是法 Dharma， 法 Dharma、啊、这个是 Dharma， 就是法。佛陀的教法呢就是法。 It teaches us， It 是指 Dharma， 就是法宝。他教我们什么呢？ How to live wisely， 如何啊生活的有智慧。 Live wisely， wisely 就是有智慧啊，有理智的啊。如何的生活的有智慧理智的， And happily， 很快乐的，很祥和的。所以法宝是告诉我们，教导我们如何的生活的有智慧，而且又快乐幸福。 It tells us， 法宝告诉我们 How to face and throw problem， 如何的来面对还有解决问题。 Throw problem， Throw problem， Throw 就是解决的意思啊。To throw problem， How can you throw my problem？ 如果人家问你说你如何的来解决我的问题， How can you throw my problem， 来解决我的问题。 Throw problems， 问题就是 problem。 When we follow the Dharma， 当我们跟随着法宝， When we follow 就是跟随啊，跟随的意思。我们跟随着法宝， It brings much happiness and peace。 It 是表示 Dharma， Bring 就是带来， Much happiness and peace， 很多的幸福跟和谐。所以啊，法宝可以带来我们很多的幸福跟和谐。这个就是这一段的第一段的意思啊，第一段的意思。那我们再看哦， The main teaching of the Buddha are Do not do badly, do well, keep your mind clean. Dharma is the teaching of the Buddha. It teaches us how to live wisely and happily. It tells us how to face and throw problems. When we follow the Dharma, it brings much happiness and peace. 现在是66页嘛，66页 Unit 2第一句嘛，第一句嘛，阿都沙婆啊，啊看没安喏，阿弥陀啊，阿弥陀啊，无要紧啊，沙婆都正解圣经，正解圣经哈，哦，我带各位念呐，带各位念，啊，你不会念没有关系，啊，就对着音念。对着音甲念，啊，正一下圣经，正一下圣经，吼，有缘就好，无就成功，无要紧。哦，啊，这少年呢，少年呢，只脑发多的，尽量学。啊，若无发多的，啊，咱就讲啊，活学英文真重要。啊，我嘛有读过两节课。后摆听我讲讲，讲我参加生前研习会啊的时候。我也有参加过活学英文的课，啊，但是
我都未晓。爱书嘛，分一本啥物字也翻译本好哇，啊，不过我拢看无，这样就可以的。哦，就是讲咱英语咱嘛捌读过，啊，不过我无法度。好，没有关系哈，就是说我们这个课啊，主要是告诉各位说，佛学英文现在对目前汉传佛教很重要啊，希望年轻一代啊要学，年老一代呢就听一听啊。如果你会呢，你就跟着我念啊，跟着我念呢，好，以后啊，到西方极乐世界回来的以后，万一拿去美国投胎，啊，你唔知还要英语啊。好，我们看了第一句 ，The main teaching of the Buddha are， 好 ，Do not do badly，Do well。Keep your mind clean. Dharma is the teaching of the Buddha. It teaches us how to live wisely and happily. It tells us how to face and throw problems.When we follow the Dharma, it brings much happiness and peace. 好，不错，大家拍手一下。哇，不错啊，那吼，这还不错，还不错啦。这对的念，还会晓念哦，还会晓念呢。好 ，teaching， 它的解释哈。Give lesson in the subject 啊，就是教法了，教法。Dharma 就是 Buddhism idea truth， 就是佛学的理想的真理，就是法宝。Throw find the answer to a problem， 找到问题的核心，就是 throw 解决问题啊，啊，解决问题。我到一个科技大学去啊。他们要提升他们学生的英文，那么要提升英文呢，他们就办了这个奖学金，而且也有送给他们学生呢，英文成绩在75分以上，还有那个超性成绩75分以上，每一个科系啊有2位同学，所以有大概20位同学送给他们1年份的。英文杂志，每天给他们念，啊，提升他英文程度。然后呢，他就举办了什么呢？英文歌的比赛，英文话剧比赛，啊，种种要提升他的英文程度啊。真正要提升呢，就是要学，你要肯念，而且要时间很长，不是说3年2年，3年呢。1年有小成，3年比较大成一点而已。大概要怎样呢？你要学到有办法用英文弘扬佛法，大概要10年，要10年的时间，你才有办法。所以要培养这种人才不是很容易啊，不是很容易。因此啊，我们总是希望说有年轻一代了哈。不过年轻一代呢，有些少年呢要叫他来出家，我惊死。要惊死，头毛剃了了，还阁袂当看电影、拍卡拉 OK， 我佚佗拢无去啊。有些程度不错，想要请他来出家，可是他不愿意啊。中文一概就是，上次有一个向我讲，叔啊，啊，阮中文都无啥啥，你阁甲阮讲英语，我遐阁较无啥啥。所以汉传佛教呢，很多的经典。可是呢，汉传佛教实在是究竟法，因为成佛之法嘛。可是呢，就是没有这个人才，所以我们只好啊，
在佛学院里面呢、啊、教一些啦，也是这个都是学院里面教的啊。好，第二句啊，第二句 ，killing animal and being cruel to them is bad。我解释给各位听啊 ，killing animal 就是杀生呐、啊，杀动物 ，animal 就是动物 ，kill 就是杀的意思 ，killing 就是现在进行式 ，killing animal 就是杀动物 ，being cruel。To them is bad. Being cruel, cruel 就是残忍。Cruel to somebody 就是对某些人残忍。Cruel 后面是受词，所以用 them， 他们。对动物的这种残忍 is bad， 不好的。杀动物还有对动物的残忍，对他们的残忍是不好的。Like us, animals do not want to get killed. 就像我们 ，like us， 就像我们人类 ，animals do not want to get hurt. 动物呢，它也不希望说啊，不希望说啊，被伤害 ，get hurt. Hurt 就是伤害。We should not harm them. 我们不应该伤害他们。Harm 就是伤害 ，not even just for fun。纵使 ，not even， 纵使 ，just for fun， 只是为了好玩，好玩也不应该去伤害他们。就是这一句的意思。Cruel 就是 causing pain or suffering。Cruel 就是让人呢、啊、感受到。痛苦、伤害，就是残忍。好，我们来念哦。Killing animals and being cruel to them is bad. 哦，我把它分开念哦。Killing animals and being cruel to them.Is bad. Like us, animals do not want to get hurt. We should not harm them, not even just for fun. 你要念英文啊，要把它念清楚，别再噜噜噜噜按整个鬼，连噜噜噜鬼，西方人听不懂。啊，你跟人讲英语的时候，啰啰啰啰啰，啊，你他说 ，pardon 就是说，请你再说一次。我们中国人是哈啊，我们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啊，美国留学的时候，啊，那个同学，中国同学，刚去的时候英文不好嘛，然后又从台湾去啊。然后都是台湾的习惯了、啊，结果接电话，有时候那个电力公司还是什么打电话来、啊，还是人家来推销啊。打电话来的时候啊，就哎 ，hello， 然后他就开始讲、啊，他听不懂的时候啊，听不懂的时候他啊，对啊，美国人没有这种习惯，美国人是听不懂的时候是 pardon， 啊，结果我们中国同学就啊。啊，对哦，美国人就 ，Why you said huh? What is the meaning of huh? 为什么你说 huh? 啊，你的意 huh 的意思是什么？人家西方人不是用 huh， 我们这边是 huh， 啊，他们是用 pardon。哦，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不懂。还有一次啊，有一次啊，有一个同学，那时候我二十几岁呢，有两个同学，都是台湾去的，有时候是新加坡的，有时候马来西亚的啊。结果两个同学呢，跑到那个图书馆里面，啊，图书馆念书的时候啊，啊，就是要去占位置啊，因为下课的时候，
大部分的同学没有课都会跑去图书馆去翻翻书啊，那就两个就站位置坐在那里啊，然后呢，结果呢，旁边还有一个位置啊，就那个美国人来啊，就把东西放着啊，然后两个中国同学啊，就用中文沟通啊，就讲，哎呀，那老外哦，你甲看，你甲看了嘛，安尼，咱都已经坐伫遮，啊，过来甲咱占位啊。这些老外实在有够，有够吼、哦！这个老外哦，实在是很无聊，怎样、啊？就这样讲老外啊、哦，结果呢，那一个美国人呐、啊，似乎听得懂，就对了对笑微笑一下，没有讲话。结果那两个中国同学就用中文沟通，常常就讲老外怎样老外，结果。那个美国人读书读完了以后，就站起来，站起来，就向他们两个讲：“现在你们在这里是老外，我不是老外。”他们两个一听呢、啊，什么？这个美国人怎么讲中文？我是中文系的，你们两个在这里。在美国你们是老外，我不是老外。结果他听得懂，因为他是中文，他是中文系，我是中文系的，我听得懂，你们两个是老外。所以啊，那个有些美国人现在都学中文了、哦、华盛顿州啊，很多美国小孩子他们学中文，因为到有些美国人他们到中国大陆去上班，有美国的企业啊，他们本国有时候要找职业不是很好找，所以有些就到国外去找，有些就到中国啊美国的企业去上班，所以他们都学中文。所以以后你要是有机会去美国，你不要讲说老外，他们听得懂，有些听得懂。好，再来我们看呢、啊。第三 ，stealing is bad. People who have their money or things stolen will be very sad. Those who steal will be punished for it. Stealing is bad. Stealing 就是偷盗，偷盗是不好的行为。People who have their money， 人们有他们的钱或东西 ，or things stolen 被偷了，啊，它是被动词 ，stolen will be very sad， 将是非常的伤心。人们他们的钱或东西被偷啊，将会很伤心。Those who steal will be punished for it。那些呢，偷东西的人呢、啊，将会被处罚、被惩罚。Will be punished. Punished 就是被惩罚。For it, for 什么 it? It 就是 stealing 偷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偷盗是不好的行为。人们有他们的钱或是东西被偷，将是很伤心。这些人呢，偷东西将会被惩罚，因为他们偷盗。啊、哦，这个单字是 steal， take unlawfully or without permission， 就是拿东西啊、哦、不合法的，没有别人的同意，这个叫偷。Punish， cause someone to suffer， 致使别人呢、啊。痛苦 ，or undergo a penalty for some wrongdoing， 所以是进行一种呢惩罚，因为这个人呢、啊、做了一些 wrongdoing 错误的行为，这个叫 punish 啊。好，我们一起念 ：Stealing is bad. People who have their money.
All things stolen will be very sad. Those who steal will be punished for it. 就偷东西是不好的行为，人们呢，他们有他们的钱或东西被偷啊，将是伤心。这些人偷东西呢，将会被惩罚，因为他们偷东西。啊，这个是第三、第四啊。这个英文呢不好，啊，我们那时候专科的时候在念专科，一年级，一年级的时候啊，那个有一个英文绘画社社长，英文绘画社社长，他是五年级的。他就来招收一年级的学生啊，来参加英文绘画社。每个礼拜呢，礼拜一和礼拜三的中午啊，就要集会啊。十二点下课以后吃完饭呢，啊，就大概半个钟头，啊，大家就集会在这个英文绘画社几点在哪一个教室集合。那么一年级的时候啊，英文绘画社啊，绘画社的社长是五年级的。啊，他英文程度不错，然后呢，啊，一年级的学生来，啊，他就英文绘画社嘛，然后就问一个一年级的我们那一班的同学，可是英文他的英文不行啊，啊，就问他 ，What's your name？ 一问呢 ，What's your name？ 一问呢，那个同学啊，一听呢 ，What's your name？他只会回答 yes and no， 所以他说 yes yes， your name i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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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哦、oh, ，你的名字是 yes， 然后再来第二个问题 ，how old are you？ 你几岁？结果他一问 ，no no no， what？你几岁？问你几岁？你是 no， 所以他只会回答 yes and no。听不懂，从一年级开始啊，慢慢参加英文绘画社，然后慢慢上课啊，到最后他慢慢就懂。原来 what's your name？ 啊，你是什么名字？啊 ，how old are you？ 你几岁？啊，英语警察。挺多经脉，好，这个是一个笑话了，真的是。好，我们看第四 ，telling lies is bad， 就是讲谎话是不好的。Telling lies, even profound, may get people into trouble。讲谎话呢，就是为了好玩呐、啊，会纵使让人呐、啊、落入了麻烦。因为讲谎话嘛，他就要自美其词啊，结果呢就变成了是为了好玩，可是呢会变成了怎样呢？一种 trouble， 麻烦。We should always tell the truth， 我们应该经常的讲真实的话，真实。所以 telling lies is bad， telling lies。Even profound may get people into trouble. We should always tell the truth. 我们应该要经常的讲真实的话。Lies make a deliberately false statement. 就是讲谎话了，谎话。Truth something true， 就是真实的啊。好，我们一起念第四句。Telling lies is bad. Telling lies, even for fun, may get people into trouble. We should always tell the truth. 啊，这个是第四哈，那第五 ，We should respect our parents and teachers.They are ready to help us and give us good advice. They deserve our respect.
我们应该尊敬我们的父母。Parents 就是父母， respect 就是尊敬。And teachers 老师，我们应该尊敬我们的父母还有老师。They are ready to help us， 他们呢就是准备来帮助我们。And give us good advice， 给我们好的建议。They deserve our respect， 他们值得 deserve， 值得我们的尊敬。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尊敬父母，尊敬老师，因为他们帮助我们，给我们好的建议，而且他值得我们的尊敬。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啊。好，我们一起念。We should respect our parents and teachers. We should respect our parents and teachers. They are ready to help us and give us good advice.They deserve our respect. 在西方国家呢比较平等啊，所以他们老师啊，受到学生呢有时候像朋友一样，比较没有像我们东方国家比较尊敬长辈啊，尊敬老师。所以啊，他们美国的老师教授啊，很喜欢中国同学。因为这样中国同学啊对老师很尊敬啊，比较尊敬。可是呢中国同学啊，就是如果刚开始的时候啊语言程度不是很好，不过久而久之啊念久了以后啊英文程度就慢慢就好。可是呢有一次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啊，在加州大学念书的时候，那么念书呢要上台啊 presentation， 就是上台要发表。结果一个同学啊，中国同学，他上去的时候啊，发表一定是要用英文嘛，开始啊 Professor and honorable professor and every student good morning， 然后呢开始就讲啊，就开始一直讲，然后开始讲的时候一直发表，一边发表的时候啊，讲到最后呢，这个应该啊，这个问题应该这样的解决，如果以这个方法来解决的话呢，是更好的。结果就变成讲中文了，啊，他自己也不知道，啊，一直黑板上一直讲，讲中文讲了一下子，到最后老师 stop， what do you say？你在讲什么？ Why you say Mandarin? We cannot understand. 你怎么讲中文呢？我们听不懂啊。他说啊，我在讲中文啊。下面一个中文说，对啊，你刚才紧张啊，都在讲中文啊。英文讲了几句就开始用中文讲了。他说我不知道啊，中文讲习惯啊，英文讲中文啊。老师眼睛长大，那就我们就听不懂啊！你怎么在讲中文啊？这个也是个笑话啊！所以啊，每一个国家的、啊、都有他们的腔调，所以新加坡有新加坡的英文发音，马来西亚讲的马来西亚的，我们台湾的讲台湾的腔调，然后呢，日本的讲日本的，日本的土友达，哦，他们讲出来的是日本腔调。每一个国家不同啊，可是美国人他听了，他一听你的腔调就知道，他说啊，你讲的是不是这个意思？他会猜啊。所以在西方人来讲啊，到美国去啊，美国人他们呢都认为啊，你在他的国家的都会讲英文，其实很多华人讲的不好的，他们认为你会讲英文是应该的，
所以到西方国家去啊，大部分的啊，这个年轻一代啊，都要学的，啊，都要学英文的，才有办法在他社会啊，走进他的社会。那佛教也是一样，你如果不懂英文的话呢，就没有办法打入他们西方人的主流社会。你不可能说叫美国人来拜龙凤布禅嘛？啊 ？What is 龙凤布禅？对不对？所以他西方人呢、啊，他为什么会走向藏传佛教、南传佛教？因为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他们呢是用经典、英文的经典，用经文来弘法。所以我们汉传佛教在美国虽然有道场，可是呢，来学的美国人并不多，大部分是怎样呢？他们来啊，有时候会来拜拜这样而已。所以大家要努力啊，要努力才有办法。那一天，那个昨天新茂法师来，他也讲，他说啊，他们想说中国佛教会还有华生会、啊，说以后开会想要到洛杉矶去开、啊，说到那个地方啊，团结汉传佛教的道场，大家来讨论一下，看有什么方法啊，让我们汉传佛教的出家人呢、啊，以后学的英文以后啊，到美国去承接我们汉传佛教的道场，不然的话呢，汉传佛教的道场有些啊，就只好交给南传了。再来，我们看第六句 ：We should help one another. Everyone needs help at times. Helping each other will make everybody happy. 他说 ：“We should help one another. 我们应该啊，互相的帮忙。Help one another. We should help one another. Everyone needs help at times. 每一个人啊。”需要帮忙，有时候 ，at times 就是有时候 ，helping each other will make everybody happy。他说，帮助，互相的帮助呢，将会使每一个人欢喜，别人会欢喜。所以这一句呢，我们一起念 ：We should help one another. Everyone needs help at times.Helping each other will make everybody happy. 哦，这一句，我们能够，我们应该互相帮忙。每一个人有时候需要帮忙，互相的帮忙呢，将使每一个人感到快乐、幸福。所以要帮助别人呢、啊。这一句的意思啊，这一句的意思 ，another 啊，我记得我们以前在国中的时候，国中的时候要去补习英文和补习数学，我才发现呢，为什么念了国中以后啊，念了三年的英文呢、啊，还是不会讲，只是会考试，为什么呢？去补习的时候啊，我记得是一个省一中的台中一中的老师，英文老师，他就教我们，如果你看到前面是 not only， 你记得后面如果填空题一定是 but also， 所以一看到 not only 后面就 but also 就把它填上去，然后呢，如果是 either 的话呢，就 either or。啊 ，neither 就是 no， 记得啊，你看到 either 后面就 all， 啊，然后 neither 就是 no， 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看，如果是 another， 你就记得 another， 以前要用面霜啊，叫 another， 好、哦，他说 another， 啊、哦，就是互相间啊、哦，所以那个老师用这样教啊，所以。考试考得很好，可是没要讲，因为 not only but also 嘛。
用背的啊，用背的，这个是错误的教学。真实的教学应该从文句里面去学，文句里面学，你慢慢的读，慢慢的念啊，念久了以后，你才知道这个字怎么用，才不会变成啊用读的，用死背的。当时我们一个同学啊，后来他可能好像是当医生了，那个同学呢，我就看他拿了一本英文字典，拿一本英文字典，他把英文字典呢就把它分开啊，分开，然后呢第一页到三十页啊，这个是十月份的，然后呢三十一页到六十页，十二月份，所以他一个月每天呢就背一张，背英文字典的单字。哦，背英文字典的单字，背了很多的单字，可是呢不知道怎么用，不知道怎么用，所以用背单字背英文字典没有用。以前学生很用功啊，背字典背字典背了好多，可是呢应付考试，结果英文程度还是不行。为什么呢？没有从字句里面去学，所以我们要学英文要从字句里面去学。像这样 We should help one another. Everyone needs help at times. Helping each other will make everybody happy. 这样，而且怎样呢？要背，刚开始学的人要背，你背多了以后，自然而然就会组织，和中文一样要背。所以我们以前念初中的时候啊，早上六点钟起床，就跑到四楼楼上，到楼上去那里开始背。Lesson one, this is a book. Is this a book? Yes, it is. Lesson two, 就这样背啊。早上一大早六点钟起床，要六点半要吃饭，啊，就跑去四楼找上班去背。Lesson one, 啊，就用这样背呢。然后呢再来到了三年级的时候啊，背什么呢？背美国还是联合国世界名人的演讲。背什么演讲呢？背麦克阿塞的演讲，背麦克阿塞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时候他的演讲，背美国林肯总统的演讲，就职演讲，然后就是背这个，就这样背。We should help one another. Everyone needs help at times. Helping each other will make everybody happy. 就这样背，老师就是说要背啊，多背多背多背，一直背啊，背到最后的时候啊，哎，有一个同学啊，国二，初中二年级，跟我一起到台北去，他台北去啊。他一个表妹是念美国学校的，因为他的这个那个表妹的妈妈是嫁给美国人，所以念美国学校。念美国学校呢，我那个同学才国二啊，我跟他去他们表妹家，他就跟他表妹就讲英文。哇，这么厉害！初中二年级就会讲英文会话。为什么呢？背，背啊，然后英文程度就很强啊，英文程度很强，他就会用英文讲英文，就会讲会话，英文会话。后来啊，那个同学现在好像是当牙医师啊，哦，他的英文程度很好。然后呢，老师啊，上课的时候我们以前是这样，前面一个黑板，后面又一个黑板。英文老师啊，每个礼拜啊都有新的单字，所以新的单字啊都是写在后面的黑板。我们在上课前面黑板嘛，后面的黑板全部都写英文单字，然后就请同学抄上去。然后教英文课的时候，每一个礼拜至少一两次，最后的时候一定把这个单字啊带每一位同学全部都背念。有些同学这么认真呢，
他说啊，老师带我们念，念一遍 ，respect, advice, deserve, respect 就是尊敬啊，就念三遍。念完以后啊，那个同学都认真了。完了以后，他说啊，我就背起来了。背起来以后呢，然后下课以后，老师走了，他又看一遍。哦，足厉害，莫怪于后来做医生。做医生要很聪明的，为什么？那个你有没有？现在的医生是用电脑打药的名字，以前医生要写啊，那个药品都要用英文写啊，那个药品的名字很长啊，滴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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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很长啊。医学院的学生啊，就后来啊，好几位同学都是当医生。一个眼科医生，一个牙医生，一个荣总的医生，难怪他们那么聪明啊，哦，那个程度就很好。也是因为学校里面很认真的教学，也是逼出来的。怎么逼呢？每个礼拜四要上台背，全校的学生200多位学生，筹钱。周会的时候筹钱，一抽了，2年乙班34号，啊又，哇，金牌文去红丢丢啊，出来，下一位准备，2年甲班30号，某某同学啊出来，哎站起来，站在下面，好你上去，上去背。全校都在前面了，啊，念不出来的时候啊，老师在下面拿着课本，帮你提醒一下，提醒一下，继续背，然后不会背，一上去啊，不会背，背不出来，老师说，好好，没关系，下来，只好下来站在下面，明抄抄，然后呢，校长就说，第二节课来，来到校长室来，校长特别给你关心一下。从一年级的先进来，那一年级进来，校长室进去，校长说：“你有没有背？”报告校长：“没有。”为什么没有？在家看电视。叫你礼拜天、礼拜六下午都要背书，英文要背，没有背，啊，所以他门关着，啊，外面就2年级和3年级在那里坐着。就听到里面啪就打下去，以后要不要背？报告校长，要。好，出去。所以在里面就听到声音就在打了，就这样，爱之深啊责之切。所以校长就是用个板子讲，爱之深，因为太爱你了，所以要揍，啊，就这样揍。揍到最后的时候，每一个就This is a book. It is a book. Yes, it is. 拢总背起来啊，英文程度都足厉害。这样学生没有办法。第七 ，We should make friends with good people. They will help us to become better people. It is best to keep away from people who do badly. 我们应该跟好人做朋友 ，make friends with.就是跟人家做朋友 ，We should make friends with good people， 跟好人做朋友 ，They will help us to become better people， 他们将会帮助我们变成一个好的、比较好的人 ，better people， 比较好的人。It is best to keep away from， 他说比较好。Keep away from 就是远离 people who do badly， 那个人呢，啊，做坏事的，我们要 keep away from， 要远离做坏事的人，我们不要跟他在一起。一起念 ，We should make friends with good people. They will help us to become better people.It is best to keep away from
people who do badly. So make friends with. Keep away from someone. 这个就是重要的啊。再来第八， selfish thought make your mind unclean. When people are selfish, they only think about themselves. No one likes selfish people. We should not have selfish thought. Selfish thought make your mind unclean. 自私的念头致使你的心啊不清净 unclean， 自私的念头叫 selfish thought， 致使 make your mind unclean， 不清净。 When people are selfish， 当人们自私， they only think about themselves， no one likes selfish people， 没有一个人啊喜欢自私的人。We should not have selfish thought. 我们不应该有自私的念头。好，我们第一节课啊，就先上到这里。好。